不要说我们没有跟你说我的选择，你欧巴了，好吧？你可以跟着女主角，哇，太好了，或者另外有选择就是这一位，哇，怎么样？我都是真的女生吧？那很显然，跟他那个推共推干 ，OK。居然选择了推告绝招，没有他跟你，他电话电话啊，所以我要丢吗？哦，你要接？哎哎，不是，你要拍起来接住啦，手机坏掉了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好耐摔，要拍起来接住，他拿太高了，拿太高，拿太高，拍起来要接住，好，好来喽，会，不是，哎，这一出给你下。没关系了，反正 I7 快要出来了，摔摔算了。好了，我教你一下啦，示范一下，你示范一下，怎么拍嘛？我来了，我都好一点啦，可以跟你们翻。请问你翻翻翻有没有？然后你先讲电话，你要看着远方，对对对，假装要报警，帮我拿一下。来来来。我现在是要道歉还是告白？给你们三刀来了！哎，不过我说真的，当时我会讲，对，帅耶，接住，对不对？不能让他飞走，真的有帅来耶，对不对？掌声还不给我鼓励一下？哦，阿信。